对吧？就是还我感觉长得有点像泰坦。怎么会呢？我泰坦对吧？泰坦这么矮，是吧？我可高了。泰坦矮吗？高吧。泰坦是个巨人，泰坦还矮呢你。那泰坦这么胖，对吧？我哪有那么胖、啊？你说你是不是在指桑骂槐？你这个小姐姐。没有，我说泰坦就你知道吧？这个泰坦，你看他块这么大。嗯，你出鞋子脸红吗？什么理解？陪玩界的理解吗？鞋子脸红出门。哎，吓了！我都吐了都。嗯。那我慌了，不行，一开始就有点。有点慌，这下更慌了。漂亮。嗯。你真的是资深吗？不对，你害怕用乒乓的时候也会看。太吓人了！我靠，塞拉斯伤害有点高啊，塞拉斯，感觉我又多了一个拿手英雄啊！哎，真好，像我这种，你这一把，相信我，绝对不会死那么多次的，我会好好活着的，给你证明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惨。你都快死了呀！紧张到不会说话。卡牌小师，家教鞭打，真美了。中路有机会呀，老弟，打大的机会呀。为何不来呀？这卡牌都卡牌吐了，这卡牌。哦，我感觉我塞拉斯好强，我又多了一个拿手的英雄，感觉明天可以用了。嗯，可以，感觉我的塞拉斯可以重出江湖了。嗯，啊，你怎么又死了？我刚刚那什么，刚刚死了一次，然后就，然后呢？然后就人没了呀。哦，挺好的啊，是一个狠人。嗯，我这把绝对不可能死那么多次的，相信我，真的。你不要再死了，我要口吐芬芳了呀。嗯。你放心，我这把就死一次，好吧？啊，家教鞭打，没打到，可惜了。啊，家教鞭打，老实突击，二连突击，溜了。嗯，家教鞭打，他死了，你信吗？家教鞭打，哇，可以，厉害，还可以吧？基本上，哇，塞拉斯感觉好强的样子。可以啊，嗯，好像很强的样子。石头人哥就跟个鬼一样，这石头人才四级啊，吃我一记家教鞭打。家教鞭打可还行。好，
相当的好，他死了。可以。那你什么？那你为什么刚说你是做淘宝的呢？干淘宝的。对呀、啊。你管我是干啥的呢？老实突击。好奇，非常八卦一点。家教鞭打，可以。太帅了。嗯，卡牌大师吐了，回家了。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杀人书他不买，想啥呢？下路我来了啊，别怕，等我。哎，想跑，瞎子踢，拍地板。反杀，跑，跑，跑！我来了，不行呢，这个好猥琐呀！没有，网恋见面，伤害差一点，伤害。哈哈，你辅导你啊，我家教鞭打你，你跑，开玩笑，血又满了，我这符文天赋好厉害呀、啊！我来了，别怕，人没了，还行，你辅助完了还可以啊，现在才死一次呢。我靠，石头人像个鬼一样躲在旁边。五级的石头人想阴人。哎。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哎，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哎，摸我来。不能夸。不能夸不能夸不能夸。哦，我有老师突击啊，你呢？来来来。吃我一击，家教鞭打。哎，卢仙什么意思啊？有这么好事不找主播吗？E 老师突击，再 E 家教鞭打，贴身辅导一下，再辅导，好，来，再 A 家教鞭打，漂亮，人没了，可以，还可以吧？我靠，是个狠人啊！可以起飞了呀！我靠，多一点，突然找回自信了，卢登的回声来一个，再来个鞋。我在想透谁？哇，这塞拉斯可以啊。从今往后，再也没有国王，没有王后，没有中国人。好像得出个推力棒啥的，这个英雄。往后面跑。家教鞭打。墩儿墩儿墩儿，哎，怎么能刷三下呢？家教鞭打，偷炸，为什么能转三下呀？这被动啥意思啊？哇靠，这个什么伤害啊？这伤害让这个石头人懵逼了，这个输出啊！石头人人都傻了。怎么能三下呀？一个技能是一下呀，家教鞭打，石头人又来啊！石头人在你的中路。你什么意思？你敢过来守塔？我一个蛮牛冲击，就撞你啊！家教鞭打，开灯，看输出没有？开国际玩笑呢！
哎呀，干啥呀，哥？别送啊！再送我受不了了，再送。哦，太强了，太强了！主 Q 主 W 副 Q 技能应该是。抢他的兵。一血塔，他不香吗？我回家直接杀人输了这一把。可以呀、啊，你就。杀人书法穿鞋征服宝典推推棒要做吧推推棒各位吴彦祖要不要做那个推推棒呀吴彦祖靠主 W 副 Q 技能啊副 E 有人说副 E 技能为什么呢不同意你这么说来这卡牌大师都给我、吐了都给我编吐了别怕这卡牌不会挂机了吧这卡牌一挂机我就没有什么游戏体验了卡牌人呢不会真挂机了吧不是吧？这时候挺难受的。我去逮这个石头人，石头人在打红 buff。石头人对你总有点执着。哎，这也行吗？我操，露露，你这把游戏输赢已经不重要了。这把我得干你了！你居然抢我石头，抢我！我的 fuck you！ 家教变大啊！老实突击！来来来，射！哎呦，操了！这个瞎子当场去世了，这瞎子，啥玩意儿？得去拿个蓝 buff， 不拿蓝 buff 他是不行的。我感觉你不会玩辅助啊，小姐姐，我感觉你得换个位置了。想到你。嗯，换个什么位置呢？因为最近打乱撸比较少了。哦，那挺好的。对。知道什么是秒杀吗？这个是秒杀。来。哎，我靠，这个人有点厉害啊！这个人好像是个高手。卡牌咋挂机呢？这卡牌一点电竞精神没有，出去举报一下啊！什么意思？我在想偷，我在偷那个石头人的大才行。哎，不给你搞。在跟他。石头人确定吗？我这个大撞下去，你们三个可能都全没了啊。我这个大撞下去，你们三个人可能就是凶多吉少。我在想要不要顶他啊？我今天人都傻了，感觉自己知道自己有多菜了，以后感觉已经可以推出接撸啊撸单子了。那你要接什么单？可能也就这些聊天歌单什么的了，感觉。上当了，上当了，上当了，上石头人的当了啊！我靠，这石头人躲在这边。
好阴险呢、啊、这个人，这个人是个老银逼。各位吴彦祖，我们下一间出什么兄弟们？卢登过后下一间出推推棒吗？卢登加推推棒应该还可以，或者、下一间买个啥呢？中亚沙漏。上当了上当了上当了啊，出啥呢？嗯，你我可能真的不是玩撸啊撸这个游戏了。那你玩啥呢？你不玩撸啊撸你玩啥？我说你不要玩撸啊撸了、嗯、你玩那个拳皇九七吧。嗯，可能就是适合玩一些单机游戏了，以后单机游戏感觉不接撸啊撸单子，现在越来越菜了、嗯、就感觉还行。我要出的东西太多了呀，出个推推棒刚好，钱刚刚好，那就出个推推棒。感觉还是以后做自己的电台吧，好好的做电台。接单子已经，对呀、啊，接单子这个已经跟我无缘了。做电台那个，反正就是提前我们准备好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去搞，然后会好一点。没有兑现的人呢？你这个人，我是真的烦你这个露露啊，真的烦。偷这个人的大应该还可以，家教变大，老实突击，哎呀。这石头人这个英雄是真的烦啊！这石头人这个英雄，人美的。哎，交闪了！哇，人美！团团团团团，不团不行了。我得买个表，不买表打不过了。这把才发现我是逆风，唯独的十三个头跟我有关。我还不能浪、嗯、来个表，不买表不行。王爷锁不住啊，为生死。这是怪不好意思的耶。你都零杠四杠零了，小姐姐，就这把我们这么优势，你零杠四杠零有点问题啊，讲道理。嗯，以后还是好不电台吧，不接撸啊撸，感觉还是不太适合这个游戏，怪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太菜了。感觉反正真海就是还好吧，真海这里。哎呀，可以，你这个狗我就觉得它是相当漂亮的。打他！家教鞭打。贴身辅导一下。还有个谁？还有个卡牌大师是吧？那对面不就没了吗？你要稳，我们要稳一点，咱就大龙。如果咱就不玩，咱就推塔。大龙还是推塔？你们的意思是推塔？我这一波偷一个石头人的大。没风声。哎，你在干啥呢？
你跟这个上单 solo 是不？嗯，我的还剩太差了，我的还是想去。就要鞭打、嗯，来来来，可以打可以打，就要鞭打，漂亮。你以为你跑得掉吗？你往哪跑，小妹妹？你被逮捕了，就要鞭打。还剩个谁呀、啊？还剩个石头人呢。推塔，推塔，推塔，推塔！一不小心又十三层，又二十层杀人书了。下界买个鬼书3000块钱，帮我放个眼来。溜了，鬼出来了。哦，小姐姐咋了？小姐姐，嗯，怎么了？对，因为就是。我们自己太菜了，都有点惭愧。哎，不用不用，玩游戏开心最重要啊！我现在非常开心，我要给你关注一下。那就谢谢哥哥，就是不生气。哎，生啥气呢？玩游戏不就图个乐吗？我现在非常开心呐、啊！来，打个大龙压压惊。你这个也很辛苦啊，嗯，嗯，还好吧。都12点了，还在接单呢，太辛苦了。你一般干到几点？我一般可能到凌晨吧。凌晨呢？基本都。你到凌晨干啥呢？凌晨经常就是到单子或者写稿子啊什么的。好射，射得漂亮。没人打吗？我走、我快没了。加加鞭打，烤他，烤。加加鞭打，漂亮。哎，你们能跑不？你们咋打不过呢？你还追我呢你？你不要逼我好。嗯。我好，这个人真的是重型坦克，太变态了。我得来个表，不买表不行。哇，我这波没打赢是什么意思？谢谢带刀侍卫送的飞机，谢谢带刀侍卫。他们大龙呀，嗯，就对面这个石头人，这个干的搞得可以啊。嗯，以后感觉不敢去尝试说这游戏单了。这游戏单，感觉自己可能真的不太合适，然后也挺那什么的，虽然给你带这个钱也挺差的，觉得挺惭愧的。你现在说这些没什么用了呀，你赶紧给我好好打、啊、你不要逼逼了。好，你说这个有啥用呢？没有用啊。好，
这个人好肥啊。真的是四保一阵容，石头人加露露，露露给个上单给个大，谁打得死啊？究极四保一，而且呢对面这个 ADC 也很肥。好脚法，漂亮漂亮漂亮！你妈了个巴子！来来来，打他！先给你收个大，再给你来个家教鞭打。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英雄到底是啥玩意儿？他的蓝都没了，怎么还能打人呢？哎，这个英雄是什么意思啊？他的蓝也没了呀。我这个没啥用的。哎呦，打他不疼，加纳里。我怎么打不动他呢？奇了怪了。太肉了，感觉打他围着打不动。我打不动他呀。感觉一点都打不动，你说能打动一点也是。还有一口气，反抗就不会止血。五级 ，W 无消耗，什么意思？他那个 W 好像很强的样子。卡白的挂机了，反正这个卡白不挂机还好打一点，卡白不挂机我还能拿到头。这把感觉只能单带了，打团啊打不过，但他们要打团。小心一点。在家守着。我回家一下。980，法团2600。等一下，我来开团，好吧？我开对面后排，卡牌回来了，卡牌回来了。死了一个也没啥用呢，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重型坦克，太变态了。人没了，好凶啊！我好，这个螃蟹这个英雄好像很强的样子。嗯，感觉他好肉呀。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真的尽力了。可惜了，可惜了。就嗯。我以后就也。
啊，没事没事没事。以后小雨，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啊。那抱歉，哥哥。